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肉，欢迎来到绝地训练营。两指、三指、四指不够，今天就来告诉你绝地训练营新推出的五指指法教学，来测试你最适合的五指指法吧。首先打开设定，我们到制定键位的制定面板这边。这次要让各位参考的是左三右二的五指指法，这也是我听说过最多职业选手与玩家最熟悉的五指操作，但当然左二右三也可以，单纯是看各位的习惯与操作。按键的位置没有一定，不过我这边指法左三主要负责移动、开火、开镜瞄准，右二则主要负责滑动屏幕瞄准、左右探头、跳、蹲、趴下，地图则摆在血条的左上方，其他的键位就看自己顺手的位置决定摆放。会需要用到五指甚至更多的指法，是因为在绝地求生 N 中有很多身法的操作，需要多指去同时按压与操作。所以这九个功能，移动、开火、开镜瞄准、滑动屏幕瞄准、左右探头、跳、蹲、趴下，必须要是身法操作时能同时用五只手指头来操作的，这样五指甚至更多指才能达到高阶身法操作。我们先来测试自己的左手姿势，移动、开火、开镜瞄准。首先我们将手机放在左手中指跟无名指之间，将中指、食指、大拇指自然垂放，比划一下自己最适合这三个按键的位置，依序将这三个按键摆放过来，并且可以适时的调整大小与透明度。至于右手大拇指主要控制着滑动屏幕与压枪的工作，再来就是极为重要的左右探头、跳、蹲、趴下，这边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去设置，像是我右上偏右方，我放置蹲与趴下，下方放置跳跃的按键，右上偏左方放置左右探头，但这些是我个人习惯的操作方式。各位如果有更好的按法，可以自己调整成平常常用的身法，不需要同时按压的按键。再来就是基础设置的地方要记得设置，这样在五指键位上操作也会比较丝滑。开镜模式长按，探头功能开启，探头模式长按。接下来各位就要开始如何熟悉五指。毕竟手指的动作是需要练习的，这样才能习惯这样的手部动作。我们先从左手开始练习，左手大拇指的移动，再来尝试按下中指的瞄准键与食指的射击键，试试看是否能够按得精准。若不够精准，就要再微调按键位置。则左手呢，要与右手搭配练习，试试看在射击中是否能够按下左右探头、蹲、跳跃、趴下这几个键。如果不行，或是手指太别扭，就要尝试看看更换键位。如果没问题，就得要开始熟悉键位。每一套指法都是需要练习与在实战中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套路与指法。不管你是左三右二，或者左二右三，甚至你想把左右探头、蹲、跳跃、趴下移到左手都没问题。尝试你自己最适合的指法，并且熟练它，或者你的五指操作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给大家，让各位求生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最适合的五指操作，让绝地求生 game 变得更好玩吧。最后各位求生者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，感谢各位求生者的收看，我是训练营教官瓜肉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